老板，这边都建好了，你看怎么样？行，到时候领导来视察的时候，咱俩都有好处。行。那行，咱俩去前面看看。走。给我们钱！起开！你干嘛呀？活给你干了，钱不给啊！快给钱！圈什么钱呀、啊？你别在那装糊涂！我们的钱赶紧还！就是，那可是我们血汗钱啊！赶快发工资！你们那些刁民想干嘛呀？还钱！工资还想不想要啊？还敢动手？你们想造反啊？不是啊，刘老板，我儿子上大学是需要钱的、啊，这也没办法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刘老板，这你就发给我们点工资吧，我这一家老小的都指望着这一点钱吃饭呢。是啊，刘老板，你说工程结束都发工资，这都结束两个月了，你怎么还不发呀？还大学？上大学有啥用啊？还不如来给我打工呢。就是。还结束？谁跟你们说工程结束了？你们干嘛？还想挨打是吧？哎，小红啊，这边建的挺不错的。对啊，还不错。哎，那人在干嘛呢？咱过去看看。行，赶紧还我们钱。哎，你们这干啥呀？咋还吵起来了呢？你还找帮手是吧？你谁啊？你哪个单位的？你他妈管我哪个单位的？什么人？怎么还动手啊你？我说小伙子，你说话归说话，怎么动手打人呢？你这样不好，你知道吗？听你们口音，你们不是本地人吧？连我们刘老板都不认识，还过来要账，呸！是不是刘老板？要账？你有几个钱就找你要账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就找你要账？我管他谁呢？我告诉你，跟我说话，舌头捋直了再说。小伙子，说话不要这么大口气啊！不要以为你当个小老板就看不起人，都是平等的。是平等的，他们跟我们家旺财一样平等，我看你们是不是也和他们一样平等啊？你骂谁呢？说话注意点，狗眼看人低的东西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我们招商引资过来的冯总。冯总？不知道，没听说过。你不知道什么不知道？你不知道这几天有人视察吗？别乱说话，冯总啊，这都是误会呀、啊。他们是来给我要工资的，我下午就准备给他们发工资的。洪总，冯总，行了，别拍马戏了。大哥大姐，你们说一下吧，这是什么回事啊？冯总，你要为我们做主啊！没事，大哥大姐，你们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就是这个包工头目中无人，拖欠我们工资不给还不说，还侮辱我们。是啊。一直拖着我们工资，还打人啊？还打人？那你没事吧，小伙子？没事，就是胳膊有点疼。
太猖狂了，姓刘的，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当个小老板就可以欺负人。你说话呀，你这个垃圾！农民工怎么了？如果没有农民工，这城市怎么建起来的？能有房子住吗？我估计啊，你现在还在你的狗窝里趴着的吧？老板说的是，老板说的是，他们的工资我下午就给他们发。行了，别说了，这些可都是他们的救命钱啊！他欠你们多少钱啊？欠我3000，欠我10000，欠了我5000。哟，小刘挺有钱的呀，我看你这老板也当不成了吧？哦，这卡里有10万，你们分一下吧。这不是，这也太多了吧？没事儿，你们就拿着吧，这剩余的钱啊，就从他们那里扣。那谢谢冯老板了。冯老板，没事儿，没什么事儿。你们就先回去吧，在家呢多陪陪父母，多看看孩子，常回家看看。谢谢老板。姓刘的，你好自为之吧。本来呢，后面那个工程的尾款是要给你的，但是别想要了。还有后面那个工程本来也想找你，现在啊不会再找你了。老板，老板！爸，这是我之前跟你说的男朋友肖乐。叔叔好，好好好，肖雅，去给人家倒杯水吧。好好好。肖乐，你现在是干什么的？哎，叔叔，我在工地上干活。工地上？那每天都忙吗？也不算太忙。那每天一定很辛苦吗？也不累，就是脏一点，反正我也吃苦习惯了。那就好，年轻人累点也好，这是奋斗的年纪。爸，你们聊啥呢？聊得这么起劲呀？肖雅，这次你们回来是不是？叔，这次过来主要是想征求您的意见。过2个月我想和夏夏结婚了。肖雅，你考虑好了吗？爸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我们已经很确定了，不然我也不会领她回来见你的。那结婚的5万彩礼钱她家人已经在凑了。彩礼？有车吗？爸，我们现在还没有车，但是我们会努力挣的。是啊，爸，我们现在准备接一点小工程，然后房子和车子一定会赚回来的。那你们都快结婚了，你们买房了吗？我们现在住在郊区，是租的。租的还在郊区，那上班多不方便啊。爸，肖乐，彩礼钱我就不要了。爸，你这是？你看你们现在也没房也没车，结婚呢也需要钱，我就不要你们的彩礼钱了，你们留着办婚礼的时候用。房子也不要租了，咱们这儿也有200平方米，你们过来住吧，给你们当新房用。咱老家也有一个空房子，我就回去住。肖雅，爸也希望你们能够幸福，能够为你们付出。爸，真的是太感谢你了呀。爸，只有你一个女儿，你是爸的心头肉，我希望你能过得更好。爸，叔叔，我一定不会让肖雅受委屈。你的基本情况我也了解了，你虽然没有钱，但是你和萧雅交往了那么多年了，萧雅的眼光我是相信的，我也相信你的人品。爸的那部车你就拿去开吧，爸年龄大了也用不了车了。叔叔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，以后我一定会好好照顾萧雅的，也一定会好好孝敬您的。咱们都是一家人了，就不要这么客气了。爸，我和萧乐一定会努力的。好，我相信你们。走，咱们去吃饭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老公，你回来了。今天工作你累不累啊？啊，还行吧。对了，咱爸等一会有要来咱家了。哦，那你赶紧去买点菜，买点肉啊，给爸做点好吃的。好，那我现在就赶紧去。啊，行，那你慢点，这来我来收拾吧。
哎，爸，你来了，来，快坐，快坐。哎，肖雅呢？哦，他去买菜了，一会儿都回来。肖乐，其实爸这次来有别的事情。爸听说你接工程还差点钱，爸手里还有一点钱，你拿去。爸，这钱我不能要，结婚的时候都是您给的钱，现在你又给我钱让我去接工程，爸，这钱我真的不能要啊。你别跟爸客气，咱都是一家人。再说了，这钱我拿着也没什么用，你拿去接工程吧。爸，既然您相信我，把钱给了我，我一定好好干，不辜负你对我的期望。好，爸相信你，我也希望你们的日子越来越幸福，只要你能让我女儿过得好，爸就知足了。萧雅，我从小就宠着她，她脾气不好，你不要介意啊。爸，你放心，我肯定会对萧雅好的。爸，爸你回来了，我刚好买了些菜回来。咦，老公，这卡？这卡，爸说让我拿着去接工程。爸，这钱我们真的不能。萧雅，你不要再说了，爸的都是你们的。你们就拿着吧，挣了钱你们就能好好过日子了。萧雅，你要多理解他点，他一个男人在外面打拼也不容易，你要好好照顾他，理解他，不要任性。好，我知道了，爸，我和萧乐呀一定会好好的。那就好。爸，我俩的事儿让您费心了。萧乐，既然咱爸让咱拿着这钱创业，咱们就好好干，一定不要让咱爸失望，好好孝顺咱爸。嗯，我会的。爸，我的菜都买好了，我先去做点。